你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是几时种的，看到吗？2019年8月，这是主角，再多一个月就是5年了，4年就开始打果了，4年多还没有到5年，啊，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成绩还是不错的，因为4年多的树身有这么茁壮呢，真的是少见。你看得到我放这个木棍这旁边呢，就知道有多大的分别了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柱脚。再往下走呢，就比较小颗，啊，这也是柱脚。这颗呢，相对来说小颗很多，对吗？比起这颗，差多远呢？你看，比起这颗真的差很远。下面这棵也是主角树，这棵也是，我们应该有30-40棵吧。然后往这里走，全部是主角，最后一棵那棵也是主角，很大棵了。这些就还没有开花结果，这棵也还没有开花结果，可是这棵也是很茂盛的，非常的茂盛，好吗？应该是可以准备来了。它的下方这棵呢，就不是主角树，这个是黑刺，这棵就是黑刺。你看到这些都是果实，在上方都是果实，这里也是果实，看到上方全都是果实。你慢慢看，还有很多颗的这个黑刺榴莲，这里还有。